望的人最最水，希望永远看小水。阿扁啊主持的有梦上水，各位听众甲观众朋友啊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母亲节快乐啊！非常的欢迎甲感谢咱大家会当准时来收听收看。每个拜日下早时十点至十一点所播出的《有梦上水》第124集的节目啊，我是阿炳。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啊，就是出身伫满岛兵役的掌上明珠啊，无爱老爸的继承啊，甘愿保护啊款款的啊，去台北来嫁予这个三级啊，平民的穷小子啊，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阵啊，穿裙的比穿裤的更加勇敢，来鼓舞伊的红腮为新界县的来辩护啊。在319事件啊，枪击案发生的时阵，知影到红腮去调查，伊第一的时间所想到的，就是讲较紧通知李秀莲副总统来代理总统。啊，伫37年前，啊，伊少年的时阵，就带着读国民校一年的次中，啊，去土城开手术来看伊的老爸。啊，37年后，后生呢，啊，竟然去予人关起啊，这个燕巢的兵营。伊就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、特别来宾，变色啊，吴淑珍女士啊，真啊，老早啊，母亲节快乐，是不是？首先先向大家啊，请安问好啊，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咱敬爱的陈总统，也是我的翁婿吼，啊，各位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啊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啊，今天今哦，真特别的母亲节啦吼。啊，我想讲阿丽达，安尼是紧张，还是欢喜，还是安怎穿甲这么红的衫裤来上这个节目？虽然讲心情唔是介好啦吼，啊，但是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我是。为着要祝福大家母亲节能快乐，所以特别拣一件红的衫穿。喂，其实迄当时老蒋的过身，咱拄仔才结婚哦，啊，无偌久嘛吼，啊，新婚的期间啦吼，啊，你竟然吼啊穿红衫吼，啊去咧逛街啊，去予警察啊你管过，啊，大家穿乌的鞋，啊你穿红的，啊，迄当时你安怎演？我袂记一下个。我袂去死啊！我袂去讲伊出山啊！会啊！啊！你竟然穿红衫哦，足奇怪！万黑丛中一点红啊！伫遮啦吼，咱就会当讲来回顾啦吼，咱做伙读这个啊，什么码头国中嘛，较早叫做詹文中学的初中部嘛，啊，你问我一当啊。会使讲安尼，处事唔死啦吼！啊，这个升旗典礼时阵，你拢总摆伫我的边啊啦，因为迄当时吼，咱啊初一了后，着能力分班嘛吼，啊，咱有八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嘛，啊，你着读册真高，所以你当总是中班嘛，啊，我嘛是中班，但是咱差一档，啊，我是管一年的这个班长嘛，哦，啊，你是安尼下一年的迄一班，但是你上届。哦，古锥啊嘛上解细啊，你排伫尾啊，啊所以会使讲我读到高一，咱嘛是啊个安尼排社会的对，啊你徛伫我的边啊，
啊，会使讲伫迄当时有两个时间啦，我看到你吼，啊，升旗典礼吼，我拢总咧看你尔尔，能讲暗恋两年的对。啊，当时你看到讲我即款啊学长啊，你是啥物印象？你当时你还会记得咧？我会记得。大家若放假拢你啦，啊，做伙也拢你啦，啊，就感觉讲这学长足高义的，啊，但是爽足爽的安尼啊，是人爽啊，命爽，人命拢爽啊，爽够有力，爽够啦，但是咱讲你真成绩真好啦，拢一命的啊。是，迄当时你唯一的印象就是安尼嘛。对啊，就。想要教我，你会比我人啊！啊，是来吼，即人讲，咱咧门不当户不对啦吼。啊，你是一个安尼老爸做医生嘛吼，啊，五分伫医书，啊，伫即个种伫医书世界大战的期间啦吼，伊嘛去东京中央大学读即个迄个种医学院嘛吼，啊，读医科，甲最后一年倒来台大。哦，啊来实习嘛，啊了了等于麻豆啊做医生嘛，啊就变成麻豆的名医，哦啊所以有好业无好业，哦有钱无钱，咱两项代志来当来证明。第一就是讲伫麻豆吼，迄街面内底啦，哦两位最有名的医生吼，啊拄啊这两个医生吼，啊有即个迄种啥呢？人讲啥哈雷机车啦，迄当时啊阁无啥物咧私人的轿车啦，哦啊倒迄个哈雷机车吼、哦、有够怕的，哦重型机车啊骑迄个重型机车哈雷哦机车啊去咧哦咧往进啦，哦安尼嘛吼，啊恁中间一台嘛，啊刷入去啊阁一人就是讲钢琴啦，哦迄种伫码头街边找来找去嘛，搭两台尔，恁中间一台嘛，啊听你讲迄台迄、那个钢琴哦。哦，是用迄天文数据去买啦，讲啊，啥物台南美军啊买偌济？两万，对无？啊，两万够会当买一栋楼啊厝，一栋楼啊厝嘛。哦，啊你看偌贵，啊你嘛是买袂，还是二手的哦。啊，结果甲美军买，啊美军买，美军买转去美国的。是啊，哦，啊你是即款的家庭出身啦吼，啊我是三级贫富的穷小子，哦，人讲三甲人贵嘛唔对啊，对。啊，我想讲安尼，即款的即个差天甲地啦吼，咱都也免讲啥啦吼。有一本册，这是1994年台北市调的时阵哦，的文宣小册啦吼，啊叫做即个木瓜干与大冰箱啊。哦啊，讲即个木瓜干无归干啦哦，啊个大冰箱你爱记一个，啊这是有影无安尼啊？有影，有影。啊，是咧走我等下咧讲啥物大冰箱，啥物木瓜干。啊，都。你做律师的时阵，加予送你学医纸啦。啊，你回来跟我讲，人今仔日人送我木瓜干啦。我想讲你无爱食，所以我无摕回来。我讲，啊无你摕回来我看卖。啊，结果摕回来我讲，迄毋是木瓜干啊，迄是学医纸啦。嗯。迄足贵的啊。哎。啊，大冰箱是你去我住的租的所在找我。啊，我一个打新牌的衣橱啊！啊，你甲我讲，迄是迄个冰箱哦。啊，我计是你是咧讲幽默，我唔知讲你是怎个当作冰箱。我都冇看过冰箱啊。系啊，对啊。啊，就打新牌衣橱放在冰箱。摆衣橱啊，真是。哎呀。细细格格的啊。是。哎，你拖鞋在头讲，你拉门咁困难呢。所以我感觉你足好笑。哎，啊，这是。真正的笑话啦，啊，代表讲真正讲哦，阿扁啊，细汉的时阵吼，包括少年哦，读到大学啊，真正也毋捌看过这个学医纸啦，啊，毋捌看过冰箱啦，哦，啊，真正吼，啊，这款是变到做红阿婆啊，啊，所以无怪讲，哦，你的爸爸反对嘛，伊爱你嫁医生嘛，哦，啊，是安怎讲哦，爸爸硬反对，啊，你甘愿讲，啊，无爱互你嫁生，啊，你无我款款的。啊，真正哦，啊，走来台北，啊，来讲私奔，这个迄个三级贫富的穷小子。无啦，主要是我自细汉开始，阮老母的对阮的家教就是讲，袂使看全的人要去。是是。所以，阮老母、阮妈妈伫这个教育下，所以阮家、阮妈妈对阮家的使用人拢真好，啊，对善食人，阮妈妈嘛拢真好，因为阮妈妈出身嘛是
迄台南的大地主，啊，其实阮爸爸，阮阿公是有钱，阮阿公是开金楼的，但是尾阮阿公早死，三十几岁死，所以阮爸爸伊嘛是家道中落，啊，所以阮爸爸其实娶阮妈妈聘金嘛是去借的，干涉啥啦？是是是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伊家己嘛是善。啊！我妈妈比较好呀，我妈妈是嫁，我阿公嘛无看无起。哎，你遐优秀，伊是安那会使？因为人一个人善，但是人优秀嘛是一定有未来嘛。啊，袂使讲因为人善看人无起，所以我这点我真不服。所以我就无好讲讲的。如果你还要嫁，你家己嫁，我好还要嫁。结婚不爱互你，嘛无要紧就对了。结婚不爱我算了。啊，所以来到台北吼，啊，要结婚啦，咱实在有够寒酸啦吼。啊，讲要请客啦，咱嘛那请一个七地桌啦。啊，贴啊，咱用家己写去买编的吼。啊来，咱两个来安尼来写嘛。你写，你哦对啊，啊就用写哦，啊要看白啊来写哦，男新娘新郎啊，主婚人上啊，咱用写，时间地点咱用写哦，安尼就咧结婚啦。哦，啊，上个趣味就是讲哦，要结婚前哦，哦，咱讲啊，迄个结婚相嘛吼，你也其实讲，咱是临时去卡面哦，坐一台计程车啦，哦，啊，然去衡阳路啦，佮用找，佮咪事先找好哦，临时去找一间翕相馆嘛，哦，啊，较近的，较入去哦，啊，翕半打六张啦，敢是？迄阵都无钱啊。对啊，啊，都临时迄个翕相，结婚相嘛，翕六张尔。一张三百块。所以六张就好啊。啊，是问题是讲，我一张遐尼贵，啊遐尼稀罕的六张，啊结果呢，安尼伫结婚了后的时阵，有当时啊难免啊，翁仔某啊会一个迄种吼，啊会冤家嘛。啊，只要冤家一届时阵吼，啊无代无志，你将这款结婚相啊，倒来掠破一张，啊你六届尔，足紧就掠了啊，敢是？哎，因为我的人。有当时啊，较急性啊，我无像你有耐性，啊，所以我脾气无好，所以话脾气我开，我哪里得气开袂开，结婚照片摕起来撕破，所以以后人要结婚，那个小面加油挂，那丢小姐啦，啊，做跟着掉，啊，无钱算得难掉。啊，就即款哦，啊，伫一箱地哦，哎，一箱地吼，啊，一块碗吼，安尼开始啦吼。伫到尾啊，即个比利时事件发生，我记当时咱拄啊，呾伫国外吼旅行倒转来，呾三天就发生比利时事件啦。哦，啊，伫个世界人权日吼，啊，咱个亲戚朋友吼，大家有现场个啦，是讲伊在咧咱讲嘛，伊讲伊根本就是国民党所设计个政治案件嘛。哦，人讲未报先政，啊，政而后报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就一直感觉讲，替伊抱不平嘛。哦，啊，伫迄个时阵吼，自私毋是，咱从来无想着讲，我有即个机会替新界县咧辩护嘛。哦，啊，伫迄个时阵，我会记张德明律师啦，中国比赛法协会因律师判，伊敲电话来讲，新界县的啦，啊，甲局长啦，拢阁欠一个哦律师啦，啊，希望我会当徛出来。啊，我迄当时是海上的律师，毋捌办过刑事案件啊，莫讲政治案件，毋捌办过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无去验找着我。啊，我嘛惊惊，问老师讲啊，莫啦，对不对？处理不讨好啦，啊嘛影响你的律师业务啦。哦，啊结果呢，我呾敲电话问你啦，我会记你讲是拜六下昼时啊啦。哦，迄当时啊，我敲电话问你的意见，你安怎我讲？我甲你讲，新界县的伊是本来就咱两个粉丝啦，因为咱是崇拜伊的。偶像啦，不是粉丝，咱是伊的粉丝。对啊，咱是伊的粉丝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哎呀，啊是。所以，咱着明知我伊是冤枉的，是啊，是安那伊今仔日是有难在，你做一个律师，你若含这个勇气也无，你是要替你的当事人辩护？是律师的，你个自你宣誓就是讲爱替当事人做最有力的辩护嘛。啊，所以既然有这个机会，我是感觉这是足光荣的，而且真。值得骄傲的事情，你应该去做啊！袂当讲为着个人的，为着个公家的，要做伊个，叫伊个。就可能过分啦，暗件啦。过分暗件来屈服嘛，我讲，不应该是安尼嘛。
啊，所以你穿裙的比阮这穿裤的更加勇敢。啊，我无第二句啊，我就安尼聊落啊。安尼一聊落变做一世人。你也穿得较硬白啊。穿得较硬白，但无更加硬，唔敢。对啦。啊，无你我穿我唔敢，咱讲真个。哦，这是天大地大的一个改变嘛吼。啊，当然尾啊，搁来发生着讲啊，你来坐轮椅啦，啊，一世人坐轮椅，你唔是讲不良遗习。哦，你是下半身瘫痪嘛？哦，啊，脊髓损伤 C7 哦，颈椎第七节哦，吹到三四十地哦，啊，今仔个会当穿透到这么已经肌折啊！哦，啊，我即卖讲，伊讲啊，你会坐轮椅，当然甲一个爱交关的嘛，红绿灯案嘛，对无？啊，红绿灯案的时阵，我是安尼台北市议员啊，全市最高票当选的，做三年一个月，又过三届发生这款案件嘛，啊，去哦，迄个洪富祥。各讲咱阿姨回谤嘛，啊，其实咱办党员杂志《红来岛杂志》嘛，迄第二期啊去啊批评讲啊，你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这本书去抄来，哦，以翻译代替著作，你无注明出处，哦，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只要讲开哦，啊，那这卖啦，就爱颁发新章复原呢，哦，我讲的是事实啦，鉴定嘛是安尼啊，啊，结果呢，安尼一判，判到安尼。有史以来，要判讲诽谤罪一重的，搁爱赔200万，尾仔改做八个月啦。哦，啊，伫迄个时阵，人伊嘛咧人讲啊，你咧我道歉倒好啊，啊，我着错教啊。哦，啊，同时咱甘愿，对不对？庙官嘛无愿认错，因为咱无错嘛，咱无唔对嘛。哦，迄个时阵你嘛是我赞成啊。你洪富祥输在后来找我，有透过人来找我，以前我某个人较惊嘛，伊讲你若道歉，我着帮你刷。我既然我都无唔对，我现在来，看不落甲你道歉，因为名利比生命较重要嘛。所以我讲骨转。对，所以你嘛是骨转啦。感冒容易关。啊，所以真正关八个月啊，哦，啊，叫洪来岛案经过38年啦，伫。去年啦，促转会呢难平反啦，哦，讲这是真正政治案件啦。出来的争议，出来的争议，但是无法度甲弥补你一世人坐轮椅啦。啊，这代价，洪来岛案的代价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这嘛是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啦。哦，咱咧讲啊，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，啊，结果咱是付出，哦，啊，某一世人坐轮椅，啊，搁入去关嘛，安尼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到尾啊呢，啊，有机会做到市长啦，啊，连任失败啦，哦，啊，我会去这当时哦，啊，落选之啊啦，大家感觉讲真难过啦，啊，我感觉讲你心情有够轻松的咧，哦，啊，你有够欢喜的，你讲要来放炮，啊，你是咧欢喜啥话啊咧？啊，我落选你咧欢喜，玩笑我。总算捡着一个翁回来啊！你啊，台北市长做啊，唔捌无要做啥，做啊上大个啊！啊，回来做律师啊！啊，无规日也无看人影。哎呀，结果你欢喜一个林玉荣主席，无但无是叫你去选一个较大。啊，着林玉荣主席讲，啊好啊，小个买互咱做，无咧选一个较大嘞，啊着搁安尼。哎，我规个人戆去。哎呀，啊，所以欢喜。都安尼，安尼我。几分钟，几点钟啊？对啊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了就搁聊嘞，啊，聊嘞了安尼，啊，整个扁担17年吼，还没完没了啦。啊，人三位孙啊，吼，三位孙啊嘛接到团票，哦，是这款的安尼啊，迄个惨状就对啦吼，啊，无要紧啦吼，无怨无悔。啊，怎么我是咧讲的，讲啊，姐姐，哇，阿扁啊爱钱。我想，我伫我对你的了解甲印象啊，你若如果讲是一个爱钱的人，你袂给我这款的穷小子。哦，啊，第二呢，我是要搁讲一个吼，你，我其实你较早就当我讲，讲你常常咧偷包油啊，给一款善家人的阿伯阿姆，哦，你看伊遐可怜哦，啊，咧艰苦，啊，但是看袂起医生，哦，伊当时无健保嘛，咱自费的嘛，啊，你可怜因，啊，偷包油啊，啊，恁爸爸妈妈敢知？我爸爸唔知，伊咧困。哦，伊咧困，啊，伊咧困。伊咧困，人啊来迄个阿伯啊，伊气喘嘛。哎。啊，伊来食我爸爸药啊来好，啊所以伊拢喘个最严重才食嘛。是是。啊，我拢讲包伊啊，讲
你摕转来讲，我就是我，我唔免咩。阮爸咧困，伊唔知。因阮爸爸医药费是出名的贵。对啦，对啦。但是我是感觉讲没有必要，你那么钱那么多，还你干嘛拿那么一点，拿那么阿伯那么一点钱？是啦，是。然后就摕回去阿免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从细啊，你就是安尼嘛。哦，啊，等下讲安尼有机会。我细汉的志向是要做侠女。做侠女，你不惊袂看济啦？哦，啊，你到尾啊吼，我迄个前伫总统安尼当选了后，甲两千年，那一年咱台湾的这个景气吼，下半年开始安尼走下坡嘛。哦，啊，你我讲啦，迄当时哦，也毋是我的政见啦，我政见无讲到这点，嘛毋是讲马英九伫咧电视辩论，伊讲的讲伊哦，要减薪嘛吼，哦啊，结果我拢说无讲啦，啊你无代无志，你我讲哦，叫我主动从总统的薪水80几万啊减一半，出40几万，迄是你我讲的，敢是？啊，伫迄个时候你是安怎我建议安尼？意思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哦。因为我在外面，嗯，因为我虽然讲做地方人，但是我还是不习惯被关在那个官邸，嗯嗯，我开嘴跑跑说啊，啊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家内真侪生意啊，嗯，因为我听着讲真侪少年人，因为薪水拢足低嘛，啊，你一做一做拢开销啥拢官邸拢公家的嘛，电水电也免钱。啊，你安尼啊，80几万啊，相对剥夺感是啦，足悬的嘛，所以卖我讲难免啦，归去，啊嘛是爱纳税啊。是啦。你领这嘛是爱纳税啊，何必呢？减一半啊，纳较少啊，同款啊。是啦，所以就建议讲总统薪水减半嘛，哦，咱真正减半，也毋是我的政见，哦，啊你一句话，咱就减半。啊，所以北东起码减领差不多4-5千万啦，哦，啊减领4-5千万的时阵，啊人家佫讲，哦，啊你安尼，你是咧起庙，啊未是咧偷，嘿，香油钱，哈实在讲到尾啊，实在哦，真唔得啦吼，哦，都唔是即款人就对啦，啊当然啊佫姐姐，咱也无去讲案件本身安怎啦吼，啊咱也无适合佫来讲这，也无必要啦，咱。就是安尼啦吼，就政治爱行安尼。哦，啊，我是讲啊，你就是款的人嘛。其实咱家的财富也无差4-5千万啦。你做律师，你就怎么赚钱？对啊，对啊。你唯一搞的就是演讲甲赚钱，做生意啦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无咱就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。想伊是强强离开，想伊是强。
强强离开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新土，不过我是真打拼的。妈妈，请你呀保冷的冬天，夏天的三更暝，吃无着，不通相望我的阿母，期待着早日相会，期待着早日相会，我也来到他乡的的心痛，不过我是会返去的。妈妈，请你呀保欢迎各位到来这部有梦上水第124集的现场啊！我是阿扁啊，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啊，就是扁嫂啊，吴淑珍女士阿珍啊吼啊！拄则所听到好听的歌曲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叶克田啊所演唱啊，文夏作词的日本歌曲啊，这嘛是代表着制作啊人咧。在燕巢这边啊，伫母亲节啊，袂当来陪伴妈妈啊，来过着佳节啊，所以对着妈妈来讲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啊，真有意思的一首啊歌曲啊。当然，刷入去吼，咱特别来进一步来请问啊，丁啊，过来回顾吼，我会记进2000年咧选啊总统的时阵吼啊，一个副手的人选啊吼。不是讲我家己决定，我其实迄当时是你我推荐讲应该爱找某某人吼，啊，为什么你做这款的推荐？因为迄阵嘛是真侪人咧争取啦，啊，李秀莲副总统是其中的一个，啊，伊是伊向我讲的是台湾的第一才女嘛，口才好，学历好，啊，佫有胆识，所以我一直真欣赏伊，啊，也是。聪明啦，我是感觉讲，你若要成其大，你想要选总统，你做一个领袖，就像我古早做一个皇帝，你来用高人啊，用比你较高的人，安尼你唔太当，你的江山唔太当拍下来，啊无你用遐蠢材，你知嘛？所以袂使接到比你较高的人，你来用伊的长才来哦你。为你所用，这才是高人。是啦，所以当时你的出发点真简单啦，就是讲，因为李秀莲啊、副总统比阿扁啊更加优秀，哦啊，所以会当比来补阿扁的不足。啊，在迄个时阵，咱做这款的啊政治决定，啊，尾啊证明呢啊，这个已经是正确的啦，吼啊，无可能完成历史上第一届的政党轮替。啊，这就是当时呢，啊，2000年阿珍啊，啊，对阿扁啊的一个建议啦。啊，其实讲这款的道理，就是讲，你来当用高人，啊，证明你比伊更加高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伫我做台北市市长的时阵，你嘛在讲嘛，哦，应该用陈世梦，哦，伊比阿扁啊市长更加高，啊，互伊做哦，这个第一副市长嘛，陈世梦嘛是安尼来的。陈副市长嘛是一个真优秀啊，操守真好，学问啦、公民外文啦，还有外交方面，都种种拢会当弥补。得到文章啦，弥补你的不足啊。啊，确实也是高人啦。对。哦啊，所以两届啦，不管市长还是讲总统，咱的这个种副手哦啊，这个得力助手，拢总是。
比阿扁也更加厚的人吼，这点我也真感激啦吼。啊，当然呢，伫遮的时阵来当证明讲你的大善吼。伫2002年的时阵，你去美国访问嘛，吼，啊去国会啊这个演讲，啊伫倒转来吼，啊离开华府，啊在国际机场，你刷入去要去洛杉矶嘛，吼、哦，要去迄个迄种道奇球场，啊为咱台湾第一位吼、哦、啊加入。美国主棒大联盟的陈金龙要加油打气嘛、嗯哦啊，所以你要来离开华府的时候，竟然在国际机场要出关的时阵，竟然去受到糟蹋啦！啊，当然这嘛袂使讲美国政府唔对嘛，因为反恐战争咧开打，哦啊，国际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了无偌久，啊，所以呢出入境咱较严格。好、哦、啊，听你讲迄种即海关的人哦，啊，竟然呢要叫你徛开互检查啦，是安怎？叫我站起来有缩身，哦，缩身，迄时候够，哦，我讲我下半身全部瘫痪，你要叫我站起来，哎呀，还要我翘身躯，这对我是足大侮辱，我伫坚持无爱有缩身，伊讲我若无缩身，伊飞机就无爱飞，嗯，啊，联合报又搁带外口搁写文章，搁带批评我，你唔知替我争取，这是我是代表。台湾的第一个，我是代表台湾人，我是台湾的第一夫人。应美国国会邀请到那个华府去演讲，啊，竟然在美国受到这种待遇，这是对不是对我个人一个人，这是对台湾人民2300万同胞最大的侮辱嘛。嗯，啊，我才刚忍下这口气。嗯，啊，所以经过我一直。叫外交部的人讲，你爱搞妥善这的处理，这个、我们这个面子、这个公道一定要要回来。嗯，不然，通过外交部的人，首先是蔡英文卡来道歉。嗯，我讲你足不足以代表你们的美国政府？伊、讲他不能代表美国政府，他只能代表他个人。嗯，那这样你能道歉，我不能接受。嗯，我问你找。层次比较高的人，嗯，足以代表你美国政府的人。到尾也是啊。最后，保老。无啦，中途还佫一个。外交部长。一个交通部长。交通部长。交通部长。啊，我讲你还是不够，不够格。啊，尾啊，国务卿。哦。我国务卿打电话给我道歉，伊就讲，这些是他们因为反恐的太仓促嘛，啊，所以他们外包给外面的公司嘛。我讲。不管怎样啦，你们还是管理不当啦。嗯，我讲，假如你们美国的第一夫人在台湾遭遇到这种待遇，你们美国政府能够接受吗？一个他们绝对不能接受。嗯，同样的道理啊。嗯，我们台湾的第一夫人在美国受到这样的待遇，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政府也绝对不能接受，我个人也不能接受，台湾人民也不能接受。我说你要。亲自打电话跟陈总统道歉，不然会影响美国跟台湾的那个邦谊啊。嗯，最后他亲自打电话给你道歉。有啊，尾啊，我有接到那个迄种鲍威尔吼，国务卿啊，亲自打电话到总统府来给我道歉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即阵迄是安尼啦吼，当然嘛有一个误会啦。啊，所谓误会就是讲吼，其实国务院有发出一个讲免缩身、免检查的公文啦。小办到啦，哦啊，所以伫海关无接到，啊，但是对你已经啊表明，哦，你是下半身瘫痪的一个病人，哦，无可能徛开，啊，竟然讲要叫你徛开，互伊缩身，哦，检查，哦，这是来做无礼貌的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尾啊咧，啊，联邦参议员你无接受伊的道歉，啊，交通部部长啊，你道歉你嘛无接受嘛，尾啊促成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鲍威尔。啊，用台湾总统来道歉啦，哦，这就是一个插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啊，尾啊，阁有一站吼、哦，就是讲伫2003年的7月20日啦，哦，即嘛历史性的镜头啦，就是讲你甲即个一间顾教授若望保禄二世，哦，啊，伫即个一间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梵蒂冈伫教堂，吼、哦，恁会当握手见面。啊，我想讲，啊，伊穿白，啊，你也穿白，啊，是恁事先有讲好，那无大家注意。
无啦，迄阵本来外交部的是给我的信息是讲爱穿乌的啦。哦，我想迄阵是热天嘛，你穿乌的就热，尤其是南欧遐热嘛。啊，因为迄年都是流行白色，所以我爱去做一束白色的套装嘛。哦，我伫反正刚刚等嘛。哦，啊，等咧渐渐交装啊，交装来来一个大。念伊个迄个主导文啦、啊，用几种语言嘛，是啦，因为迄个基督教徒有七个几种语言的教徒，啊念哦，一阵热啊念，等后去我甲迄个美国的迄、那个驻伊个梵蒂冈的代表，伊个大使拢伫搭下底等，啊尾啊，伊广告部的消息嘛是拢不正确啊，其实我们的外交部。坦白讲，还是过于保守啦、啊。就讲只有我可以上去啦、啊。啊，其实随团的团员大家都很想上去，让教宗跟教宗握个手。啊，结果人因家己也搞定。礼宾人脸，点头表情，转头送去。大家都上去，教宗很欢迎，结果大家都欢迎，结果大家拢去。啊，到啥？对啦，而且有历史性的镜头啦。哦啊、但是呢，两冬了后，啊，教宗过身啦，啊嘛，安尼哦，真正讲哦，安尼，即个已经哦，主有咧安排啦，伊生前甲你见面啦，啊，伊过身了后，促成我正做台湾的总统，第一个去到教廷，咱的邦交国六七十冬，无一个去过，啊，我第一个啦，哦，啊去参加伊的，即个讲告别式嘛，哦，丧礼弥撒啦。哦，啊，这个是真正冥冥当中都自由安排啦。咱总算是历史性的嘛。哦，啊，但是尾来时，你离开这个教廷，你就去这个迄、那个布拉格嘛。哦，啊，见这个捷克的总统哈维尔加第一夫人嘛。哦，啊，尾来佫促成因阿公啊，伫因卸任了后，马上伫2004年来台湾访问嘛。哦，咁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台湾甲捷克的关系，哦，咱这当中有哦，加加减减，哦，啊，有这个影响啦。哦，这是安尼嘛，夫人外交是真辛苦啦，哦，辛苦啦，迄最近真是足忝的，尤其是我的身体状况，大家拢知影，我嘴拢医生，拢大概嘛破袂倒来，是啦，大概嘛拢都爱做高蛋白。是啦，啊你其实你是第一届的夫人外交是2000年嘛，哦啊，代表我去一个即欧洲议会嘛，伫法国的斯特拉斯堡，安尼啊国际最有奖嘛，我了达去捷克啦。去见哈维尔嘛，哦啊那迄个即美国2002年啊，这是即个迄种吼啊，即、這个华府主席嘛去国会演讲，我选了去2003年甲教宗见面，之前就是伫德国柏林有一个天主教把咱故宫的文物去啊展览嘛吼，拢总是历史性。啊，当然，甲最后一届的即个你也搁会展览吼，啊身体也搁会感觉，啊就是带团嘛。哦，啊，就是咱的那2004年伫雅典举办的残障奥运啦，你做荣誉团长嘛。啊，迄届哦，咱就成就有你的带团哦，咱去了有史以来上届好的一个纪录，到阵那个无破二金二银啊，加二铜哦。啊，咱伫2001年最后一届的东京残奥吼，咱才摕一块铜牌，咱的同时就摕二金二银二铜，啊是到目前啊，佫是纪录啦。啊！但是你真辛苦，辛苦啊！迄逝是真辛苦，对，因为路程哦，本来是爱飞到法国，啊，再个北上再南下，啊，但是尾啊，华航也真好啦，伊调整路线来雅典跟接啦。你讲去飞去甲德国法兰克福啦，啊，再个飞到倒来。安尼我省下当路哦，咱甲互我甲遐残障的运动员会当。先五点钟的时间，对啊，啊，搁互因坐商务舱啦，算少啦。坐商务舱，因大家拢无身体无方便啦。对啦，本来身体就安尼三宝的。台盐载台盐的水，嗯，矿泉水载规飞机的台盐矿泉水，交因啉嘛，因为因的水无好嘛，水质无好嘛，互因尽量会当互因较好，上好拢载去啊，啊，搁泡面啦啥，因为食袂习惯啦。夫人外交啊，就是安尼推杀啦吼，啊，拢总是累积。啊，伫即个迄种1919啊，即、這个迄种枪击案发生的时阵吼，
啊，最后一天啊嘛，马赛在要投票啊，竟然伫台南发生遮尔大个代志。啊，你听到讲啊，这个红赛啊，去予人安尼枪击啊，吊枪。啊，你第一个时间所想到的是处理啥物代志？因为我伫个中昼头个一点，点外啦，点外个时头，接到黄燕甲我讲，我爱讲一个代志，你爱定情，我就知影绝对歹。因为讲安尼，我就知影绝对歹代志咯。啊，伊甲我讲总统着枪，啊，我讲啊，副安尼紧叫副总统出来主持大局啊。伊讲副总统，李总统啊。伊讲啊，伊讲副总统也着枪，我讲安尼毋来叫。叫国会议长，行每个政治无入去腹腔，哎，较无要紧啦，甲即个擦过尔，皮肉伤啊，我就挂掉，但无入去啦。啊，所以我就较放心，我讲我安尼，我免累，我讲我去总统府遐等，啊，看电视，看即个因了消息，较新嘛，较紧。是啦，所以三一九发生的时阵，你第一个时间，你毋是讲啊马上吼啊飞机坐落去台南看红赛。你是先处理讲啊，总统着枪，爱叫副总统较紧代理，哦，啊，到尾佫知影讲，副总统也着枪，啊，你较紧爱通知行政院院长来一个主持国情安尼，无你国家会运作去受到影响。诶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三一九迄当时啊发生的代志啦，吼。啊，尾啊呢，咱就讲讲啊，你是个救命怪猫啦，吼，一届过一届吼，咱死无去。啊，你伫即个迄种最近的一届，就是伫甲旧年嘛，哦，你来得着即个 COVID-19 哦，来确诊啊，啊，要讲个轻度、中度、重度，你是中度啦，中度介于中间啦，哦，啊，因为你当中无做迄个疫苗嘛，没有防护力，啊，伫迄个时阵吼。啊，会使讲安尼奄奄一息啊，尿无一个血压啊，尿无一个血糖浓度啊，拢总袂当显示嘛。哦，啊，同时咱是来替你做烦恼的啦。哦，啊，伫病院嘛，住要几十天的咧吼，啊，绝对的隔离。哦，啊，会当挖出来。哦，啊，伫迄个时阵，你感觉你安尼钓到这个时阵，你感觉讲安尼有信心嘛？因为一直走啊。啊，搁流屎啦，啊，搁食袂落啦，啊，我想讲，惨啊！我毋坐轮椅咧惨啊！以后我着一世人拢爱倒落来门床顶块，啊，着规日拢倒伫门床顶块，啊，扫也扫袂出来，啊，着搁我一个迄落越南的外老阿春啊，伊咧甲我照顾啊，迄十天啊，真感谢哦，伊真心甲我照顾，嗯。真侪人无爱去照顾这种病啦，啊，就是医生也真关心啦，啊，来个拢扫袂出来啊，声也讲袂呾出来啊，一切交上帝啊，啊，就伊祖母人讲，我是救命官哦，搞掉命。哎呀，啊，所以伫即个迄种啊选县长吼，啊发生即个政治车祸，差一脚就翘起。摔入去敢两档的款啦，唔知影讲，迄当时弄到，哦，啊，较包括你的肠啊，啊，已经当中受到这个撞击，哦，两档了后竟然肠穿孔，嘛唔知影，哦，啊，尾啊，差一条，这个腹膜炎啊，佫慢两点钟嘛是这个再见啦，哦，啊，命佫捡一届。我记过一届吼，伫官邸啦，总统官邸的时阵哦，你差不多咧交代啊，哦，护士啊，啊，就差不多咱讲话咱无听到啊，哦，啊，尾啊，姓余，哦，迄个迄种阿平阿公，阿平阿公，即敢是断了症候群啦，意思讲，迄当时你换药啊嘛，药啊济嘛，啊，大段医生好伊啊，你稍微调整，哦，安尼免食遐济药啊，啊，断了。啊，症候群，地数你规个人，规个人拢从变到另外一种，就是差不多被挖去。那么咧，我的医疗小组的这哦
哦，人讲意义啦，哦，拢总是我讲啊，讲阿扁啊，你得爱心理准备哦，哦，像恁某即款的哦，啊，当活到五十岁就捡到的啊，啊，这么拄好五十岁，哦，就叫我心理准备，意思讲男医生嘛，束手无策啊。啊，尾也是阿明啊，去想着讲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断掉正好钱，从原来药啊，搁摕倒转来吃咧，也着好啊，啊好个再有生意，有阿明啊，啊无真正安怎死的嘛唔知。对啊，迄种药啊是正个药啊，哎，还有一个卖厝就是讲伊的依赖性，就咧吃阿明啊，啊但是伊讲会讲，啊我妈妈都坐轮椅都袂行，伊都已经较残啦，啊你这吃得好吃，反正。啊，无算卖厝，啊，就一世人，都拢，所以我一定爱一直食到死为止嘛。是，啊，就无食就衰到这个水就是安尼。规样。嘿啊，咱唔知影人去啊。我后面讲话啊，咱后面来听，就嘛是都无食，我规个精神拢断去，我不敢讲，我就气消啊。啊，好个在啦吼。啊，伫母亲节的今仔日吼，啊，你敢袂当讲讲吼啊，即、這个一对的后生查某囝生意甲注重细汉的时阵，简单讲一下，甲大家分享。生意甲注重吼，讲来是提早成熟啦。因为爸爸插电梯，拢无伫厝里嘛。啊，老母佫坐轮椅，也袂当尽老母完全的责任。是咱个关心，个咱个嘘寒问暖啊！但是实际上，做些代志拢是爱靠别人。尤其是我真感谢讲罗太太啊，哦，罗太太是我一个真好个朋友，爱住伫阮厝边，啊，白白满头人，啊，拢伊来对我关心这个囡仔，煮饭互因食，煮饭互因食，嘿啊！啊，佮阮妈妈拢常常来台北啦，啊，佮。迄公公婆婆啊，拢会来啦，哎，但是对囡仔来讲，因有一种岁数、时期、老母迄种引领啊，啊，所以始终伊拢会，我若破病，我囡仔拢会足紧张的。啊，有啦，趴伫门床顶，我想讲伊咧喊，讲是讲咧替你咧祈祷啦。啊，圣仪本来你想讲吼，啊，你看当国民老尔。哦，啊，伊就安尼替啊，你倒穿衫，啊，刷入去，啊，佫抱来抱去，抱去门床顶，啊，抱去便所，佫啊，你倒尿，哦，你看一个囡仔，哦，啊，就爱做大人的代志，迄当时咱也无请人嘛，哦，啊，正感激啦，囡仔是安尼一路行过来嘛，哦，啊，当然伫遮的时阵，咱嘛是讲啊，祖宗的政治之路啦，比爸爸佫较坎坷啦。我已经唔是讲百分之百作顺嘞，但是相对哦顺些嘞。啊，伊选三届啦，虽然讲两届最高票，结果呢十二党嘅任期只会当做五党啦。哦，政治制度加教育制度其实是一线之隔啦，这也无啥物人好怨叹的啦。吼、哦，那是咱嘅选择啦，哦，无怨无悔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人今仔日伫遮嘅时阵吼，啊，怎么去验证？搁咧做兵啦，哦，啊！伫这个母亲节，你有啥物话要甲伊讲者？我是直接要阿祖宗讲，上帝给每一个人的都一样啦。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在受难，但是我相信，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，他会再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，啊，所以。好啊，保重身体。那个十一个月很快就到了，就当作去当兵，出来还是好汉一条。虽然说他的政治之路实在是很坎坷，啊，大家也是很多人，不管是对手啦，还是我们自己的本党的同志，都也是尽侪人怨妒啦，哦，这也讲不了啦。哦，啊，边岸，我到边家是讲，讲啊，人抓厝，抓鸡啊，狗啊，鸡啊，鸟啊，鸟啊，抓到无半只，真正是无所不用其极啦。啊，这些国民党，怪国民党啊，啊，咱本党的啊，啊，明仔讲，讲袂了啦，讲袂了啦，讲袂了。
怨叹啊。好啊，来，搁听一首啊，好听的歌曲来。早归，孙淑妹所演唱，那卡诺的作词杨三郎作曲，就初中望你早归。最后呢，咱过来请问阿丁啊吼，相片结婚相啊，六张早就了了啊啦，啊无得了啊。哦，啊但是呢，离婚证书咱唔知。签过几届过啊啦，我嘛无多人算，我想你嘛唔知讲，讲几届讲要离婚，那离到这么还袂真正离啦吼。啊，我是咧感觉讲哦，翁仔某仔难免啦吼，啊，诶，即个口感嘛吼，啊，意见啊无同款啦，会冤家啦。啊，我呾常讲，啊，冤家有呾是为着啥？拍衫裤、晒衣服，安尼来冤家，是。啊！你都含内衫都也袂晓。啊！我都生活白痴，啊！你硬叫我做。啊！你硬一日跌过，硬啊！啊！讲啊！这门才袂过，我看你袂晓做，做到你个恶话了。啊！都生活白痴了，但是一届我真正足歹势，就是讲哦，啊！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注重打生活外过嘛，啊，就好暗时三更半暝，啊，甚至请假枵嘛，哦，啊，用叫我讲替伊泡一个牛奶啦。啊，竟然我安尼哦，啊，可能还搁咧困的款，竟然泡迄个啥洗衫粉啊！啊，刚才去互你发觉，啊，无真正适应唔到啊，食洗衫粉大汉，迄时啊，到有肥的就对啦。哎，你唔知影做老爸，我想我这牛奶粉太有冒泡。是啊。结果我去遐看，哎呦，要修啊，迄个用遐，甲泡洗衣粉啦，啊，唔知去洗澡。啊，实在哦，无怪讲你要甲离婚，啊，真正我较想个。你要食，我甲饲啊，你搁要饲一届，欸、结果食两份就超量。啊，食见笑啦。这老爸是灵魂。对啦，啊，这卖咱有会啊啦吼。
啊，最后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啦吼，敢会过来要来签什么离婚证书？要签无？敢有机会人签无？看你表演安怎？表演歹就要签嘛？真正闹鬼闹大啦吼！啊，无结家的翁婿，无结家的老爸啦，哦，真正要哪讲啊？啊，当然，那如果讲过后世人啊，啊，这世人对我这么惨吼，啊，你感觉那后世人你会阁叫我袂啦？我狂人，我做你的粉丝了，你阁插你的政治啊，我大一点跑步。是啦，啊，真正哦，啊，那我啦，我嘛唔敢结婚啊啦。哦，啊，真正结婚一个吼，啊，真正安尼连累着安尼，哦，某啦、囝啦、孙啊啦，哦，真正哦，若要插政治，唔忙结婚啦。对，我是感觉真正适合一个人。嘿啦，哦，啊，真感谢啦，今仔日若母亲节，心情真复杂啦。对。啊，总是非常感谢你啊，接受这个访问。哦，啊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虽然无快乐，啊嘛爱快乐啦。强颜欢笑。好，多谢。啊，下礼拜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。啊，谢谢。